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宅属性研究所，我是所长麦哥。今天我们请来两位特别来宾，一位是阿威，嗨，一位是大麦。嗨，为什么要请特别来宾呢？因为这是一款派对型格斗游戏，叫做《动物之斗竞技场》。这款游戏是由台湾的独立游戏开发团队数位卡夫特所打造。他们之前呢，曾经开发过另外一款叫做《众神之斗》的格斗游戏，在全球的市场都获得相当不错的成绩。这一款《动物之斗竞技场》虽然也是格斗游戏，却是完全不同的风格，而且它的角色是受到网络梗图的启发哦。到底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呢？我们请来数位卡夫特执行长向大家介绍。我们要找一个比较轻松的题材，但是大家又可以比较接受的网络动物梗图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灵感来源嘛。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觉得，哦，这些动物看起来很好笑，那如果说把它发扬成真正的角色，一定是很有它的趣味性。提倡说，我们想要把格斗游戏变得稍微容易入手一点。这款游戏它受到女性玩家瞩目的几率就比之前的高。我们的核心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轻松玩，所以我觉得这款游戏是一个可以跟朋友玩还蛮欢乐的一个东西。决定用咩铺羊？那我要用乌鸦。来啦，东方 hero。哇，乌鸦。Chinese Kung Fu， 你那迷音裤子好丑啊！加入战局。哎呀，我为什么都是被推到外面啦？哎呀，哎呦，漂亮！没到啊，可惜，可惜。可恶，我已经要输了。放技能啊！你丢那个丢脏东西啊！哎哎哎，你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啊？他要血这么薄哎、欸！我想大麦的招式我理解了。对，就是先把你逼到绝境。趁你们俩在打的时候，我偷袭，不讲武德，直接把你们偷袭啊！年轻人不讲武德。哇！你又来了，你们被虐了啊！不讲武德，这边很危险哎。哎，有人在那边走到哎，我以为有人在休息嘞。放大绝招，小心！哇，要烫伤啊！哎呀，不讲武德，哎，弹回来了，又回来了，哎，我死了，我瞎了，没血了，天哪，太强！好，一个人赢三场哎，大了，哎呦，哇塞，我好可爱哦，哎，真的很可爱。我就在这里，哎、欸，你们先打，但是那只猫好可怕。哎、欸，我怎么都打不到那颗蛋？他还有在踢，他的脚在摔的，还是有在踢。想要看带狗的大学吗？啊！啊这是什么恶心啊！我输掉了。哎哎哎！我就没。哎呀！丢他！哎呦！你吃什么？你吃什么药啊？把腿药吃了。这个好像下去不得了，这下去下去很危险。我决定先在这边等你们。你不要乱跳，你不要那么紧张。我上不去，我好想不会跳，我好想上去哦。有什么？哎呦！我在底下跑跑步机好了，我在跑跑步机哦。哎哎，我不要，这就输掉人。三次的场地不一样，修改了啦，修改了。哦哦，地狱的烈火，烫，你的蛋要熟了，下去吧，顶死。Oh my god， 我被卷死了，哎、欸，你被烫死了啦，我被烫死了咯。这场我喜欢，太多变数了，不知道我要把你们打下去，我就赢了。打哎哎。Oh my god！ 哎呀，哎，这招不错，这招撸他的下盘，撸他下盘。哎，哎呦，我，你们这些可怕的人。哎呦，又在 Holy Can 疯哦！哎嘿，哇，死了，挂了。啊，撸他，撸他下盘啊！撸，我大拳头，空铁，我撸。等一下，这个地方是危险的，我要先在上面休息一下。怎么有人在吐痰？等一下，好烫，好烫！你要被烫死了！等一下，怎么有人烫死了？我要死掉了！
我觉得我最安全的就是在这里，我刚在那边我就会赢了。站在那里，怎么办？你跑不过去了，怎么办？我不要下去了，我是不会停的。你再被烧一下就要死了，哎！哦，快点去站中间的位置。哦哦哦！了那我们来请教我们的特别来宾他们的感想。觉得这个游戏的那个变数太大了，你一开始赢不代表你会赢到最后，因为往往如果你的对手他最后残血的话，他还会自动的就是蓄那个大绝，所以他一旦使出大绝，可能他就会反败为胜。那大麦呢？我觉得里面角色很多元，然后你就意想不到他到底会怎么样打。我觉得很特别，而且画面其实蛮有趣，设计的关卡都就是每一关都不太一样，就是里面的那些机关都不太一样，对，然后要很小心，对，而且节奏很快。你是我们赢最多场的人，我基本上就是他三战两胜了，三战，我觉得对呀，战术性的。我觉得这个格斗游戏它非常的容易上手，它不像一般的格斗游戏，你要花时间去研究那招式怎么用啊，马上你就可以跟你的好朋友来一场非常愉快的战斗。而且它的地图有非常多，那每一个地图里面都有很特殊、很闹的一些陷阱啊，对于这个派对的气氛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不晓得大家觉得《动物之斗竞技场》这款游戏怎么样呢？啊，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次的内容的话，请帮我们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给我们一点鼓励。开启小铃铛的话，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哦。那我是麦哥，在数据研究所，下次见。